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。我已经想到六个了。你有很多，就他们的时代少年团，马嘉祺、张学友、彭于晏、丁程鑫、汤姆克鲁斯，必须请。沈月、宋亚轩。那不一定，宋亚轩那不一定能请得来吧？啊，宋亚轩应该来不了，他在别的节目上吧？能来得了啊，也有人在那边。个妈呀，玩太大了呀！我怎么感觉还是腾哥呢？小心砸晕啊，水量太大了。开始。师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也有？哇塞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关系最复杂的就是被淋的那三个人？哇，小宋，我投你就对了。小童，我已经他已经伤不到我的心了。糖糖。没想到啊，系统后台判定，最后一轮淋水惩罚环节当中，小宋几乎没有被淋到，所以系统判定再淋他一遍。好痛好痛啊！站住！我把着呢，咱俩把着来吧，往后。准备，开始。我身上比他身上多，太快了，好像少了点什么吧？让吴桐来试试设备，给我们自己试的呀。对呀，来呀，快活呀！导演组啊，吴桐啊，给我的这个话术是这样的：哎呀，我们这盘已经非常满了，已经足够减了。你以前满从来没够过，都得溢出来了。不够！来点华彩，来点华彩。吴桐不来，我们不走。我跟你说，这趴就算不剪到节目里，也要无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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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家局都有。哎呀，还有追光啊！假装打，假装打。那这样啊，腾哥作为这个代表来出个题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自己想四个选项。好，然后你自己写出内心的答案。好，特别有快感，在这个位置上。他从前面爬，让人家做节目这么成功，所有的综艺所有的包袱全在这儿了，我自愧不如。我也是，我特别自责，真的。你要我想撑，胡撑，不撑，胡撑，不撑，不撑，怎么就撑不过人家的包袱？撑不过，真撑不过。吴桐，包袱太硬了，你的包袱太硬了。惭愧啊，惭愧。我你从前面掉下去，我们花这么多钱整这装置干啥的？这样啊，这道题腾哥自出自答，你们俩听他的题目行不行？
这道题就出给他们俩了啊，请听题。你觉得青春环游记跟王牌对王牌是不是特别像？答案 A 是， B 不是， C 五成像， D 八成像。哎，我在里边也占一成吧。请选择。吴彤觉得是五成像啊。哎呦，反了反了，举反了。再数一遍啊，三秒钟啊，来做好准备啊。你们都选了 C，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三三三。王哥哥给出的答案是不像。等一下，看吴彤。OK 了哈，这样我带节目组做个主。怎么煮？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加夜宵。好，户外走起。这个考验的名称是默契大考验，规则如下：每轮一个人上来抽球，每次根据球上的数字进行提问，符合问题的人起立，如果起立的人数和数字相符就算成功。游戏结束之后，成功次数如果没有过半，那么要一起完成一个挑战。主持人交给我吧，我看也行，你去吧。主持人得拿 vivo。 没事，来我呗。哎呦，这个好。啊，有，觉得自己嘴溜，尤其是碎的站起来。溜，尤其是碎的。啊，你主持人你不在这。主持人嘴碎啊？不碎吗？你不碎，你起码溜啊。是啊。是吗？而且你也碎。也就是标准的六岁。回头看看我们对吗？四。小宋，其实你挺碎的啊。 Why？ 哥，你心里面就是花花，不是那个碎嘴子。对，我心里就花花，不是小宋。他挺碎的。其实你生活中算是碎嘴子吗？生活中跟好朋友啥的呀？那算。你看哎，不好形容，不好形容啊！看看啊，看看特点。哥，那么多年了，还不知道我们长啥样？还不知道我们的特点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，那个行，这个行。觉得吴彤特别招人烦的。请站起来。哎呀，回头了啊，回头啊。哎呀，这肯定是吴彤，这肯定是吴彤干的。吴彤肯定在后边喷他们，喷他们。把俺的发型都弄乱了。完蛋了，驴唇不对马嘴。从贾玲开始问吧，女士优先。我这是个男的女的？女性。女性。可以说是女性。太坏了。那我这个是人是物啊？这个可难住我俩了啊。这个我只能说不是个东西。
似人非人吧，反正确实不是个东西。梧桐吗？怎么惹他们了？咱俩描述的太精准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俩一下把中心思想都给你提炼完了。不是，我在想，吴桐，在杨迪心目当中啊，你也知道了哈。我在想，上面要么是我的名儿，要么是吴桐的名儿，才会引得两位如此的谩骂之声。给你换一个，你这太快了，给杨迪换一个，给的那个提示太明显了，能形容。来了啊。第一首歌，我觉得它又象征着人生，又象征着驾驶。能想到什么歌？平凡之路。平凡之路。花花第一时间说出平凡之路。一会儿必须得答对。那我抢答。平凡之路，请出歌。这个 B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等等吧。你会唱啊？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。四号没抢过。哎呀，谁呀？打不出来了，直接送走吧。三二二一，我们使用全力。未免用的有点太快了。一来就这个权利好像才刚拿到吧，这就用了。我们是已经要被临了，对吗？你们答不出来就要被临啊？那好，我们现在被临，那直接使用权利，换一个人被临。你们想让哪一组帮临？一号位，一号位人多。就那四个装作看不见我们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弟弟。谢谢。其他人知道答案吗？我们能答，我们能答。啊，有这样的吗？他们可以这样，到那儿临着答。那我们答他干啥？答他干啥？你们临是人家那边的权利，人家选。傻哥，不是一辆车就不是一队了。不是，你这玩意儿。我没得选呢，我给一个机会。程程，你们使用的这个君乐宝的特权依然有效。嗯，如果他们答错，直接临。嗯，如果他们答对，另外两组陪着临。啊！这你太坏了！你太坏了！我们招谁惹谁了？就是啊！你这是一个拉垫背的一个选择，是吧？好，可以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不是这，我们怎么想都不公平。他们赢了。在这儿为他们高兴，水是财，遇水则发，一起发发财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为咱们飞驰人生二跳槽，谢谢，我陪你，谢谢师哥，可以，来吧，刺激来了，来，请接下一句。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自信度有多少？600%。请放歌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对，回答正确，三组一起。引证的是个啥玩意儿？永不过时。我就这样背着，我这样靠着，龟仙人。看看他一会儿对我们的态度，没事就往那边去。哇！哇！
头。你干啥？咋了？真坏呀、啊，小薇姐。刚是谁？是泼了腾哥一下是吧？小薇姐泼的。他泼的。你拿着瓢，你说我泼的？他拿胡萝卜泼的。他泼完之后把这个东西塞我嘴，这不塞我手？你不能这么冤枉人啊！塞我手里了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，这个电工，他疯了。看，真的，这不是我。哦，你泼完塞我手里。好啊，小宋。哎呀，咱十九啊，以后的路坎坷着呢。你泼了吗？你没泼吧？对啊，我还没来得及。怎么样，体验感还 OK 吗？一下就精神了。太绝望了，这个真的太绝望了。来来来，上一下毛巾。谢谢。好了，下一题了啊。下一题呢，有不少歌手都唱过哦，其中有一位车手兼歌手兼导演也唱过，林志颖。那不韩寒吗？韩寒。这首歌原唱苏芮，歌名奉献。奉献，我说拿什么奉献给你。哦，奉献。奉献是韩寒导演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朋友。别唱了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抢，那你抢，你抢我，你。我不停的问，抢。不停的想，不停的想。二号车。我不停的问，不停的想。调不行也不行。我不停的问。我不停的想，不停的想，却也想也想不出来。我不停的想，不停的想，两个想，想两个想，是个二踢脚这歌。我不停的问，我不停的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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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就算了嘛。想的想，问天问到底，想一想那个想一想，想往城市边缘想，想你是你在身边，你想到了没有？我们还一次没唱呢。计时了，计时，最后十秒钟。不停的问，不停的想，不停的问，不停的想，不停的找，不停的找，不停的找，不停的想，想是最后一个。答案是什么？不停的想，不停的找，不停的想，不停的找。锁定了，对不对？请出歌。不对，肯定不对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好像对了耶。我不停的问，我不停的找，不停的想。你看。我对了，刚刚反了。啊！啊！当然也进水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就应该自信一点。顺序整错了，你要不搅和哥就想回来。你拉倒吧你，我都提醒你了。关键没有信任呢。来，下一首歌被歌迷们称为腾腾版。腾腾啊，演唱者沈腾、腾格尔。哦，那你来吧。哥你抢一下。哥你抢吗？抢抢。原唱甘平，大哥你好吗？你有会唱？猜猜这个怎么抢？我会呀。好，来来。大哥大哥你好吗？就会这一句。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？哦，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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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Nice。 一号车。多年以后还想看一看我，哒哒哒哒，不停的想，大哥，大哥，我。
里谈一篇，谁说女子有没有耳机放音乐那种耳机？你不是唱过吗，哥？还是原唱呢？你还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多年以后我还想看一看我，看一看我啥呀？多年多年，看一看我的好大哥。好大哥，行行，好好好，看看我的好大哥。不太像。我的家乡并不美。什么玩意儿？来，确定的答案是好大哥吧？这叫好大哥。哎，好大哥，还想看一看我的好大哥。来，请听答案。多年以后我还想看一看我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离家出走，离得太远了，离家出走的步伐。抢啥呀？哇，加油啊！来，下一首歌告诉你们懂得什么是珍贵。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范丞丞，你的专属题来了，请出歌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的你没给我我一生优惠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接四号，婚礼上多喝几杯。哎，和你现在哪位？你很自信啊！走吧，你们再见，诸位。斌哥，你就那么信程程？哎呀，我信不信能咋的？三、二、一，请判定。哇！哇！好冷，好冷。这么玩是吧？哎，小童，我教他呢。但是也烧上我了。教来教去，能不能别教我呀？老是烧上我。吃吧，我都洗干净了。盘出一香蕉一黄瓜，全接着了。张小斐之前剩下的。哎，这游戏都干着呢。这一题一定是拼手速的。拼什么？拼手速，就是都会呗。韩磊老师，向天再借五百年，请出歌。看，看日夜征战，看遍万里河山。你就拍，你就拍。就会了。其实不好，不好，不好拿捏。嗯。太简单了吧？接接，二号车。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所以在这儿，在这句停太没意义了。准备解散了，解散了。来啊，请判定。接水了，马上来！
哎，嘿，留着，握手，行啊，给我找了个锥桶。是啥呀，哥？自己带点道具，自己带点。想要腾哥遇水则发。哎呀，好，票房大卖，我都敷弄来了。下一首歌，我问一下大家，李宗盛大哥的歌会吗？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虽然你白了头，喋喋不休。一定不会放这首歌。这首歌应该也很熟悉，《鬼迷心窍》。哇哦，请出歌。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阿拉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你会啊？我真是不会。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接客，哎，一号车，漂亮。哪句？我刚才没听歌，没听歌。我在琢磨怎么报复他俩呢。就我会吧，这歌，就我知道这词吧。我不说，我们认罚。要的就是全军覆没。来，腾哥，我们团结这一次好不好？腾哥。放弃，只有我会，我放心。那你一会儿回来，证明你是会的。我不会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给我下刀子吗？主动放弃就是拼了，是吧？行。好。小童，你那个扔它干啥？把这边的扔了就好了。这个捡什么玩意儿？捡不回来了。冲动。来，主动放弃，三二一，开始惩罚。太贼了！我这个身体已经吸收不了更多的水分了，过饱和了。假模假式的，还是给他们来一。你那个都冒出来了，都冒出来了。咱们来，稍微量一量长短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你吃一股了，吃一股了，这都冒出来了，这。不行，哥，给我啊！这根更长，不是，这里面有土壤是咋的？这长这么快呢？这来了最后一首歌啊，肯定是一首拼手速的歌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唱。周华健，周华健，快！朋友，这必抢哦，请出歌。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痴，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。接过，还有一号车，还有梦，还有伤，还有梦。痛，错了，自己盘懵了。还有伤，还有梦。哎，不对，没有还有梦啊。还有水，还有老鼠爱大米。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。踩文筋儿。还要走，还有我。最后确定的答案是。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对了吗？这还有梦吗？来，请听答案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。还有伤，
怎么还有存货呀？综合这个环节，两队最后的得分，一二车和三四车加在一起，最终获胜的是王牌战队。